俺没记错的话，白天来的正是此地。呀，天助我也，门是开着的。狗贼果然奸诈，竟派兵把守着。嗯，这兵刃看着倒挺顺手。 没想到，这狗贼为了杀艾，竟下了如此大的功夫，连艾住的地方都查探得如此仔细，看来是早有预谋，实在是阴险。如果不是人格分裂，那蓝药的种种行为又该怎么解释呢？杀亲之仇不共戴天！ 你先别冲动，你冷静，你别生气，狗贼，受死吧！又是你。 又回来了，哈！这里现在四下无人，你同俺痛痛快快打一场。我劝你赶紧离开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哼，俺忘记了，手无缚鸡之力的胆小鼠辈。这样吧，俺赤手空拳跟你打，让你三招，别说俺刑天欺负你。刑天？ 看来他把自己想成了游戏里的角色，难不成真的是人格分裂？俺让你先出手，来吧。目前从医疗实验数据来看，人格相互之间转换力成功较高的办法只有两种：第一，重击自己；还愣着干什么？出手啊！那谁？ 你这狗贼，竟还敢使阴招！找死！这个狗贼竟然不想我们了！哼，想跑？ 刺激有用。肖总，你刚刚……我刚刚是在救你，也是在救我自己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肖总，你听我解释呀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不是，我。
那个肖总，我是因为这两天触电，所以精神有些混乱。刚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就当没发生过吧。肖总，吃晚饭了吗？完了，这下是真的完了。我这几次三番的把甲方爸爸得罪得透透的，游戏啊也别上线了，梦想也泡汤了。可是我怎么这么奇怪呢？你说这好端端的，我送你回家。哦，这不太好吧？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虽然二期款还没付，但是打车的钱我还是有的。狗贼，你对俺施了什么迷魂大法，竟把俺困在此处？这实非男子汉大丈夫所做之事，这是何物？这厮又要做甚？难道肢体接触不可用？原来他睡着之后会分裂第二种人格。竟然拉手也有用，早知道不亲了。醒了，肖总，早啊！我这是在车里睡着了吗？我们手牵着手睡了一整晚。嗯，这也太狗血外加玛丽苏了吧！我有没有磨牙、打呼噜，有没有流口水？这个法子是可行的。这样，我先送你回家，你先吃个饭。下午2点到公司开会。结束之后，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找你商量。啊？哦，好好。切记，在家期间不许睡觉。哎，小扒皮老板一枚，鉴定完毕。
还好爹妈没有把我生得太差。希望这套装备可以抵挡我下午开会的伤害值。加油，白瑶。肖总，白瑶大神到了。宋小姐，请就坐吧。这位，就是游戏的设计师蓝耀。昨天我们捋了一下游戏 bug 的修复思路，我们还是觉得要坚持当初的选择。当初的选择？你能保证这个游戏的上线时间吗？我们几个老人家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我们是老头，但是我们不是散财童子。我们投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有利益回报。蓝耀小姐的这个团队能做做，做不了小一团队接。两周之内蓝耀一定能修好。两周14天呢，这么紧的时间，万一他摆烂怎么办？你能看见他24小时干活吗？为什么不行？肖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蓝耀，你跟大家说一下你的修复思路。好。又失败了。我昨天自己在家试的时候明明成功了呀。哎呦，我这脑子。那个我有一块硬盘落在家里了。老板，大神干。啊，继续。我去拿硬盘。我去拿，你好好工作。我还没告诉你在哪儿呢。你在这里看着蓝药，我去帮他拿硬盘。哦，我去拿吧。啊，我不去。如果我回来的时候你不在他身边，你就辞职吧。啊，明白，老板。桌子侧面的抽屉里，一般是我习惯放硬盘的地方，但是里面可能会有些杂乱。找到了吗？也没有。我说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我记得我放在。哎呦，我记得做完之后放在一个特别显眼的地方，还想着出门的时候把它带走，结果忘记开会就给忘了。你连自己的东西都记不住在哪？我说你这伤可真够看重的。这不是触电之后脑子有些混乱吗？之前我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私下的生活是很有条理的。自从开始这个游戏项目之后，就全身心投入工作了，所以可见我是多么……找到了。天哪，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？太邪恶了。哎，大神，公司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就先不进去了啊。嗯。但我要跟你说，我觉得今天我们老板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你自己可要当心啊。拜拜。请问你是蓝药小姐吗？对，我是。肖总在等你，跟我来吧。Thank you.
肖总在那儿，蓝药小姐请。好。肖总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董事会上答应了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完成任务之前，你都要住在这里。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你也知道时间紧迫，我回去还有一堆工作要做。你可以在这里做，我已经帮你把硬盘拿过来了。可是，我的数据都在家里的电脑里。都已经帮你解决了。肖总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一声不响就把我的行李箱还有电脑都搬过来了，你太不尊重人了吧？因为我是你的甲方，我是卖给你游戏，不是卖给你人，你把它搬回去。反正，在董事会上许诺的人又不是我，你也没反对啊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每次醒来都是趴在我身上吗？我。在你失去记忆的这段时间，你会分裂出另一个人格。只有你跟我接触之后，才能恢复正常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每次睡着都会变身，只有你才能把我变回来。嗯，这个人格会造成极大的破坏，只有我才能压制你体内的另外一个人格。让你住下来，纯粹是为了防止你变身，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游戏的修复里去。好，我留下来。开始工作吧。你也太没人性了吧！现在都下班了。你还有14天的时间。好。硬盘。下班了，肖总，你不用关心我，不用管我，我不困，我想把这点数据再做完。你不睡，我还要睡呢。您睡您的，我又不介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睡着之后会变身，到时候又折腾我。现在保存文件，关机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还有这回事呢。那个，肖总，这就一张床啊。不然呢？我可以睡客厅，或者我睡沙发也行。你可以睡沙发，但你想让我也睡沙发吗？上床。我这只是为了工作。肖总，
空调坏了，你不觉得热吗？23度。你喝水吗？不了吧。要不上个厕所吧。就这么睡了？不然呢？把手给我。干什么？我们不肢体接触，我怎么帮你控制心跳？哦。哥，海外之道已经到了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哥，我抱歉，你先帮我顶一下，我半个小时左右到。你一向记性好，怎么这么重要的事你忘了？快来吧。啊，好。老师平时都在哪里待呀？北京。从现在开始到我回来之前，你必须完成第一阶段修复 bug 的工作。可是我现在已经下班了，是睡觉时间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不许睡觉。夏老板，有没有人说过，你特别有做老板的天赋？我要是你，就不会做无谓的抵抗。好的，尊贵的甲方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可就剩13天了。万恶的肖扒皮，真当我是数据女工啊？惨还是打工惨？我一定要把你做成 NPC， 让你在游戏里搬砖。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往里面一直走，我来接你。啊。你可算来了，这次陈总是特意从澳洲过来的，就是为了入资我们的游戏。你千万要记住啊，态度要好一点，别像上次一样半路甩手就走人了。我尽量吧。这次合作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如果聊得愉快的话，他就直接成为股东了。知道了，哥，我心里有数。我来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陈总，海外赫赫有名的地产大亨。这位是我弟弟萧然，山海集团总裁。Hello， 萧总果然是青年才俊啊，有颜有才。果不其然，名不虚传。这个是一个小礼物。想不到还有心。大家都别站着了，坐下来聊吧。好。没想到肖扒皮还有这么温顺的时候，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这么没人性的？我回来之前不许睡觉。在干嘛？姐姐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放松一下。
现在游戏出了 bug， 我一定要全力修复。而且，我还在董事会上夸下海口，14天之内必须全部修复好。哦，怎么着了？你还真打算24小时在李萧然的眼皮底下工作啊？那不然呢？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办法，我倒暂时还真没有。这种时候，你更应该出去放松一下，帮你释放一下你现在的压力和怨气。可是万一他回来发现我不在怎么办？发现了就发现了呗，不管。我现在把地址发给你了。姐妹，这可是在帮你。陈总不仅在房地产领域有这么多成就，没想到还对游戏感兴趣。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喜欢做一些冒险的事情，我相信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个项目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还算是挺大的，不能算作是冒险吧。我听小道消息说，你们这个游戏项目内测的时候应该是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吧。只是一点小波折而已，游戏的整体推进目前还是挺顺利的，游戏设计团队由国内知名设计师蓝耀代理，这些小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的。哎呦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等你半天。肖总刚才的介绍还是蛮详细的，这款游戏无论是设计方案还有参与的方式都蛮特别的。我想知道这次设计师到底是谁啊？就是我刚刚跟您提的蓝耀。蓝耀，俺终于解开了封印，从女子之身出来了。